你是跟我在一起再多了吗？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神医保卫生存》。现在糖果他现在在种田，啊，看到没有？他在种田。再看一下我的皮肤。那皮肤不是上次就是这个了吗？大家有看过了，大家有看过了啦。你的皮肤上一次就是这样子的啦。哎呀，不是啦，快看一下我头发有没有凌乱。你的头发，头发很平滑、光滑、平顺。好了，你辛苦了。然后呢，我们这边有盖了一个家哦，就是其实我们上一集就有在盖啊。大家如果有仔细注意到我上一集的小地图的话，其实可以隐约的看到它的存在。只是因为这个是糖果盖的嘛，所以我要他来的时候，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间房子的部分啊。所以呢，糖果你来吧。哇，哎呦。资源的部分当然比较好一点，就是说我们那个老家那边就有一大堆了，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你来说就好了，你来说，我有点卡。哦，这样子啊，那这边的话就是进门之后会高一点嘛，然后这边的话都可以从这边可以进来的，但你只要跳一下就可以进来了。这边就是沙发的部分，沙发下面还有一个照亮的。这边的话，置物柜用这种方式排放还蛮好的，经济又实惠。你卖菜？这是祥林的泳池。这个是小小小泳池，完全不会淹死的泳池，对不对？嗯，对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有垃圾桶了，这边的垃圾桶就是放在这边咯。然后我拿一下。然后这边的话，附魔台呢？附魔台当然就毫无疑问了，就把它给搬过来，搬到这里来了。嗯。附魔到时候就会比较方便了。嗯，这是祥林造的奇怪的原始房。哦，这个就是这个外围是我造的了。那个形状特别诡异，大家从外面看应该也可以看得清楚啊，非常的诡异。那上面的话就是这样咯，有两张床。话说我们就下面的空间是，我看一下，哦，好像昆明啊。这边的话还有那个啦，可以观赏风景的地方。嗯，不过周围少了一些树，因为被砍掉了，不过也还好啦，那没什么关系。可以看到神奇宝贝在远处抽搐。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盖的途中呢，啊，糖果他抓到了个东西。你要把它丢出来吗？嗯，这里太小了。就来这儿吧。噔噔噔噔噔。嘿。对啊，就是他。我们再盖一盖，因为旁边有个沙漠山丘啊，然后还有，对啊。然后对啊，还有就是我们有打到一个 BOSS 吗？结果因为我们在盖的时候我都没有录啦，因为这个过程太那个不炸了，太对啊，然后我就没录了，结果就出现了，又出现一只啊，从沙漠山丘又出现一只。结果我们好像那时候正在挖矿吧，还有就是，哦，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我有挖矿，我有一方面我有挖矿，然后又有盖房子，所以就花的时间还蛮多的，就出现了个 BOSS 三十级附魔啦。对啊，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是不是可以来对战一下，用古拉多的古拉多。不要，我连他技能是什么都不知道，都看下号。啊，是吗？而且我的古拉多其实是有升级过的，好像升了三级还是多少。那他很过分，对不对？哦，我升了四级。哇，那更贱。拜拜。真的不要吗？好了，没关系啊。拜拜的符号我想打一下。拜拜拜拜。而我的血还没满，太过分，真的，他就喜欢这样赢了别人的一种成就感。有这样子吗？没有吧。哎，哪有的，你欢迎补血。然后我的雷气珠现在已经那个，啊，充满这么多了啊，下次呢就是只要再击败130只就行了。哎，对不起，130只，我还没有打过几只，要看血啊。那倒是，就打吧，就打吧。啊，我要不要做几个箱子啊，然后那个做箱子还是，对，箱子还是需要多做一些的。
在放家里面吧，家里面我有过空的地方，交给你了，泳池吧，交给你了，占，把泳池给占，哎呦，放在哪儿比较好？先吧。好，他说，请说，我的木头不够。你的木头？哦、我身上都有啊。你在哪里？你在家里？对、哦、你在家里。嗨，嗨，你好，相思木。家里就交给你了。哦，旁边这边的话还有一根这个东西啊，它是伸到水里面去的。小弟说这样比较有感觉，比较有思论的感觉。其实他只是在找借口。哎呀，本来就是需要这样比较思论一点，需要滋润他一下。是的，是的。为什么要滋润？一个房子好好的，干嘛要滋润他？旁边是沙漠吗？太干燥了。是吗？是的，是的，是的。好了，我就不这样为难你了，看在你很辛苦的份上。太感谢啦，阿伯蛇！我不是阿伯蛇，我都打阿伯蛇了。嗯，电龙四十二。嗯。什么？啊！去打大蛇头。话说，我们要不要都待在那个向日葵地形？会不会？搞不好他那个什么会出现啊，裂空座。嗯，可以啊。我送他一天。木有意见吗？有啊。那先让我把水里的鲤鱼王先打一打吧，我又可以拿一堆生鱼。这个太骗钱了，这个。我是说我很骗钱。被我贴上去了，哎呀，完蛋了，吓的。你在放那个牌子吗？啊，不过因为没装中文输入吧。哦。也麻烦，那先四玩意。哎呀，那没关系了。而且获得烤面包。我要成黑了。其实什么呢？不久前我也才获得了什么牛，不只有牛奶，以及什么优质鱼肉。嗯。天。乐克猫啊，不过不是闪光的。那个、喷火陀你有？喷火陀我有啊。那厉害吗？喷火陀啊，它进化之后就有无限岩浆了。嗯、是的。啊、它真的啊，它进化之后就有无限岩浆可以用啊。它进化之后就背上会有那个岩浆一大堆的那一种神奇宝贝嘛，然后。哦，那我把它打死吧。嗯，然后就嗯对，然后就哎还掉牛排耶、嗯、然后就被你打死。我哦咦啊，我顶搞定。然后就祈祷我那什么不要遇到 boss。 我带着一只骑士等的，对对对，会死人的。遇到 boss 就跟我讲一声吧，我身上的都还好，而且平均等级都还算可以啦、嗯、虽然说还是差蛮多的。啊，你都把古拉多又练上去了，是的。我把它丢回去了。哦，幸好。哇，这个飞叶快刀虽然命中率有95%，不过它使用起来根本一点不像95%。对啊，不是还有人说什么一定要有那个大字报那一招，大字报那招那个命中率不说了，常常用那个命中率95%的感觉好像只有50。啊，所以并不是说游戏里面玩的好用的在这儿也好使。哦，哇，107了，剩107只就行了，我走到森林里面来了。哎，你现在的状况还好啊？会不会卡？会啊。哦，会卡。哎呦！
是怎么卡？就是网速卡。曾经给你出现过的那种问题。哦，原来如此。就我最近没有开也卡了。啊、哦？难道已经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吗？不。不，素利普。我不是素利普。可不可以不要在回答我的时候加神奇宝贝的名字？好了，哎呦，不是素利普，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也不是沙伯蛇，我知道，好烦哦！我为什么一直点错技能？哦，哎，我跑到哪儿了？我已经找不到路了，找不到路了，没关系，有我在，绝对都找得到路的。哎，我有看到果实，哎，果实家里不是都种满了吗？不是种满了，都种了。这是哪儿啊？我怎么走到有果实的地方？我看到 boss 了，快来！快来，非常好，给我，快快快！他是哇，胖壳，胖壳钉 boss， 胖壳钉啊，绿色的啊，又一个绿色的啊！你能打赢吗？等一下，我回去换下那个神奇宝贝，你不行了，我再来。好吧，我先试试看呢。远方那只是我的电龙，哎，我的电龙怎么还在外面？回来吧。哎，家在哪儿啊？哎，他又在对战中啊！他到底又跟谁对战啊？等一下，哎，这是哪儿啊？怎么办？我找不到路了。你找不到路了？哦、那要我报坐标给你吗？我不会打的。哦，在山的哪边？海的哪边？哎，你先回来这边一下吧。你先回来这边一下。没有关系，我没关系。你先回来这个 boss 这边一下。为什么？我好跟你指方向啊。哦，切掉了，不要录了。哎，你在哪？哎。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知道，知道。让我飞高一点，我看到你。我卡了。你走错方向啊？哦。好像是走错方向。哦，看到 boss。你看到的是 boss， 为什么不是看到我？哎呀，博士来打我的这粉蛋。然后他还在对战中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boss 最近一出现就是在对战中，然后都不知道跟谁对战。他跟他自己的灵魂，他也有延迟。家是在那个方向。那边吗？对的。好，回家喽，耶！不认识路 ，why？ 他真的、why? 没办法，没办法打他了，他一直在对战中，大概是一个 bug 吧。Why? 哇，我喜欢这样奔驰的感觉。why？ 那我都要打另外一个胖可丁来泄愤了，哎。一直直走吗？嗯，让我飞回去吧。啊，不用了，不用了，你跟他对战吧，我应该能摸索到。没有，他那个 bug 我已经心碎了。等一下，我已经找到家了啦。找到家了，好吧，那我再回去看看他，可能被刷掉了。不过反正他因为真的没办法，他那个之前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那个 boss。莫名其妙就在对战中，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在跟谁对战。哦，神兽也是啊，我们那时候看到古拉多说他也在对战中，不知道跟谁。哦，对对对对，不过至少他有打完，至少他有打完。这个我看到的 boss， 我就哭出来。这个 boss 我倒是从来都没看过他有打的样子。胖可丁的话，哪个系比较好？胖可丁本身好像是普通系的吧。普通系就是要用格斗系来打、啊那个就带下豪力可是他已经不见了好、哦、这混蛋哎呦哇这个训练师是飘的哇塞我一堆二十多等我不敢回再换一下，万一又遇到一个，我们就死定了。我觉得我身上的高的呢，就是一个是自己练的，一个就是抓的，剩下几个都是
哦哦，我这边出 bug 了。没了。就是我刚刚电龙那个原本已经被打死了，但是他却没有让我换神奇宝贝，所以我的电龙还存活在场上。然后就现在电龙被打死了之后，然后他要我换一个神奇宝贝出来，然后我换出来之后就一直在请稍后这边等着。所以我卡了个 bug 了。哎呦，他打我了！那我自杀看看啊。OK， 我死了。嗯。哎，然后我回到了这边来了。你对自己好狠。然后重点是我刚刚的那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呀、啊？我得找回去，因为我身上东西不那个都掉了。你为什么没有开那个啊？哎，不对，我身上东西还在。哎，但是我发现啊，我身上东西还在，但是是我的那个，我就只剩下就是进化的时候会留着的那一个那个食物条，其他的显示都不见了。简单来说，我看看我再去跟一个人对战啊，然后看看他会不会让我恢复。对战打赢的话，哇，这个真的是。OK， 恢复了，我真是太机智了。就那个 BOSS 绿色的跟黄色，我特别容易搞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就不把红色弄成是最强的呢？不知道啊，黄的为什么会最强？有没有啦？没有啦，有。BOSS 太少了。我这卡地都卡地狗太会走了。卡德狗，等级最弱的 BOSS 鲤鱼王，完了，我又乱跑，他在那边那个方向吧，如果你有装小地，你跟我一样有装小地图 mode 的话，你可以那个在家那边设一个点啊。哦，对，我傻哦，哎呀，可以设一个标记点的、啊。我看一下，我这附近的话，哦呦，又是麒麟骑。啊，卡地狗好猛哦，天天看他们在打架。卡地狗，因为他一出现就是一群一堆，好像就很莫名其妙，他们就很自然就会打起来，因为他们一次出现实在太多了。嗯，这卡地狗真的太会走了，我都不该说什么。你干嘛要对我的卡地狗指手画脚？你不是风速狗吗？嗯，他跟他有关系啊，哦哟。治疗血他。喂，这边居然还有雷之石的碎片。咚咚咚！居然让我捡到一个雷之石碎片，然后这边又有一个矿坑呢。那你要雷丘吗？没什么兴趣。我也没兴趣。哎呦！哎，不过雷丘哎，可以啊，可以进化，因为雷之石一堆啊，雷之石蛮多的。雷之石太好获得了，进点对吧？就是这里。不，然后，好，我看一下哦。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一集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呢就继续把雷气珠给充能充满嘛。现在只要再打90只就好，好快啊！我们下回再见喽，各位拜拜。哎呦，阿伯怪！哎呦！哎呦，我看到一个好大的带龙哦，要抓吗？好大只哦，好大只哦，我天啊，太大了吧，要卡地图吧？我去，火之鸡，火焰鸡居然出来了，火焰鸡是最后进化的，火之鸡进化到最后那一个，它居然野生的出来了 ，Oh my god！ 哎，他跟阿伯怪打起来。
哎，怎么现在一个卡丁狗都看不到了？不知道，我抓一下它，我抓得到吗？我抓到才有鬼，它等级46。哇，我看到了那个火球鼠的那个进化，火焰鼠。哦，进化一级的。它几级？21级，24级，应该可以打。都是火系的话，嗯，别打死啊！我会死耶，就是这样。哇，这个火焰鸡好难抓，它的血已经惨了，变成超级红血啊！抓起来。